我是翠翠，我是佑哥。今天呢，我要跟佑哥拍魔宫凡恩 vs 悟宫凡恩。你要不要说一下你是怎么玩起魔宫凡恩的？跟你讲，最以前我玩魔宫有凡恩的时候，被大家炮轰。我知道，大家都狂点那个不喜欢，到站。没想到现在凡恩已经变成那个什么，魔宫已经变主流了。我给你看哦，不是我在说，你看哦，凡恩推荐出装，大神出装，我刚刚去看了，十个大神里九个都是魔宫出装，我真的是，你真的是你知道我人生第一部那个什么影片破100万观看的，就是魔宫流凡恩，这么那一部里面就是被大家炮轰到很惨，炮轰到100万观看，对啊，直接变主流哎，对啊，那就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单挑喽。啊，我是魔宫，他是悟空，对对对，我是老公，我是老婆，我在押韵，你这个没押哦。为什么你那么痛？哇塞，你嗑药哦？你要不要跑？不要，不跑。为什么你那么痛？给你机会跑，给你机会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好意思呢。你抽那个宝石哦，不好意思呢，我还宝石哦，你还给我偷出攻速装备，本来就要出攻速装备啊，为什么我还会输？好奇怪哦。你知道一开始为什么我会够痛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防了一堆魔法伤害啊，我直接那个呢，魔宫奥义呢，真的？对呀、啊。啊，出事了！魔宫奥义肯定痛一点的啊！出事了！啊、好开心、哦！宝贝，吃补包。吃补包，我就是我有看到我黄标有晕倒你，我才敢吃补包，好不好？完蛋了，三等的时候经济落差就起来了，我1000块你1400，真的，真的那么厉害。但是这些差距不叫做差距，因为你要出事喽。哇，好险我有留一个黄标，好险我够黄。你的梗一点都不好笑，只要你不觉得尴尬，尴尬的就是我。没错。等着你来，就不小心拿去清兵了，吓死我！魔宫听说前期很烂啊，为什么前期那么强？所以我刚刚打输你啦。可是你也没有输很多，那个我还差点输你，你知道吗？很强。你不是跟我讲你后期魔宫才会很痛的？没有，你就是没有看我的影片。魔宫凡恩前期，他可以屌压所有，基本上可以碾压所有射手，真的。我应该是幸运，魔宫凡恩就要在游戏3分20秒的时候结束，没有再让的哎、欸，你惨了，我有点害怕，刚刚你没有再让对不对？可是我都在让，我跟你讲啦，每次大家都说哦，有个欺负雀雀，没有，大家都说我欺负你，因为我玩什么都会赢你，可是我最近已经输2场了，好不好？别担心，我自有办法。好，接下来步步相欠咯。你没欠我，我也不欠你哦。但是你还欠吧，我蛮多。哇，这个瞬移，哎，你是后面用攻速赢我的呢。我的天，没有，因为我刚刚头上我确定自己有一个黄标，所以我想说，我先晕你一次，然后我可以再晕你一次，所以我才会叫瞬移。结果没有想到好像可以住，我好像赢了。我只是没有点他，我很好心吧。你注意你的言辞哦。满装打一次，因为我记得魔宫凡恩最痛的时候是满装。但是我在让你，现在不让我，真的啦。又要来？啊！完蛋了啦！我刚想说，我这么远开大招一定没伤害，结果这个人直接闪现他。我当然会怕、啊。我超级少玩凡恩。反而是我所有啊！可以啊！你怎么那么痛啊？不要啦！人家隔壁邻居以为我们叫了消防车，我还以为我们在房间里干什么。你要投降，投降输一半，投降就输了，好不好？哇，你这个，要不要投降输一半？这个。哇！你这个投降，原来凡恩他那么烦哦，他真
很靠。那你看一下你经济赢我多少？啊，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就满装再打，因为看我经济赢我多少。满装如果输你，我直接切掉。切掉哪里？头发。哎、欸，你不可以偷打我。我不会偷打你了。很坏耶，我就在你面前打你，这不算偷打吧？哦，我学起来了，有人满装了，哎，还没有，还没啦！因为我知道你要来偷打我了啊，妈的！哎、欸，还没，我就真的还没，你就先偷打我这么多，你刚刚就是想要秒杀我，是不是？你刚刚那个闪现在我面前开大招，就很明显因为你不让我走啦，你不让我走，我还不回头。我这套是用大神出装里面的其中一名。完全照抄，你在展现你的武功，有你的武功反而才是王道咯。没有啊，我其实不玩凡恩，我不知道他魔功强还武功强。你先不要打我，你先不要打我，你就一个很可怕走过来想要打我。你先不要打我，詹皇佑，好爽啊！哎，都是福，都是福，你看在耍阴招嘛。有没有？这耍一招都输啊！还出什么狙魂？哎、啊，你出沙袋，我不能出狙魂吗？啊，那是那个大神备战的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要不要来？要不要来？来呀、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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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呀、啊！啊！不是，我刚刚头上有一个黄标，没想到我射出去的时候它没了。我快笑死，刚刚被秒掉哎、欸！我思考一下，是不是我伤害不够？好，你与父把这波兵线清掉，我们打最后一次，输、啊、的请晚餐哦。没问题啦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还没有。三、二、一。好晕，差一点点了。哎呦！我刚闪现，把他大招整个闪掉了。可是你的那个黄标太快了，哦，好可惜哟、哦。晚餐，给你500块。我要吃那个，吃什么呢？我想想看哦。我觉得前期到中期还是算武功强一点，但是到满装开始，魔功真的很痛。我跟你说，真的在打。排位的时候，正常对面不会有会晕眩的射手啦，所以他都来不及反应就被秒掉了。对，真的，那个黄标我真的是绝望，差一点可以。你可以看详细数据，我打你10万伤害，你只打7万，差3万。哦哦，什么？你防刃的血不就5000-6000-7000，配多3万哎、欸哦，好厉害哦！可是你差点没有后期啊，你就前面就爆开了。好了，乖乖。那大家是属于武功流派凡恩，还是魔功流派凡恩呢？你可以在底下留言哦。好了，那今天测试就到这边结束了。我是翠翠，我是佑哥，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